个护士也是这样子照顾病人，就是像佛陀的精神去照顾别人用。北海慈济幼儿园老师带领小朋友到慈济喜圣中心送爱。阳光，心中都有我，祝福健康，福祖安。曾宇，你喜欢护士吗？喜欢。为什么呢？我生病的护士照顾我也很有爱心，护士的手很漂亮，因为还有照顾病人。送上卡片，孩子们传递小小心意。有感觉到心和温暖。有时人做工压力的时候，你看到这样子的情形，你真的是觉得很温馨，然后很舒服，很多东西你都放下来。那为什么要洗肾呢？因为他们的肾脏坏了。护士也把握机会教导小朋友如何保护肾脏，彼此祝福，相互感恩。大爱新闻黄小丽、庄志文，马来西亚报道。